凡圣就在一念之间，转凡成圣要多久，这个没有一定，问题就在你肯不肯把念头转过来。楞严精神讲的最初方便，从哪里转起？从自私自利的念头转起，这个念头一转，一切都转过来了。过去没有接触佛法，还不能透彻理解的时候，念念都是想到自己的利益。我们学佛也是如此，一个念头总想自己，这就迷了，这就是分别，这就是执着。转过来之后，起心动念想一切众生，不是想自己啊。起心动念都是为自己着想，充其量为家庭、为事业，这个心量非常的自小，何况只知道自利，不但不能利益众生，反而伤害众生，自利损人呢？这是我们都能够觉察得到。佛说，这是众生的大利。我们无量劫来，生死死生呢，总出不了六道。这就是没有成就。为什么出不了六道呢？我这个念头没忘掉，念念以这个身生活，为这个身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让这个身贪图享受，让这个身自私自利，一切的造作只有一个目的，损人利己，干的都是这个事情。我们今天修行为谁呀？为我自己。所以你的成就就很有限。我们很少真正生个念头啊，是为众生，里头不附带自己的，很少会起这个念头。这就是你学佛怎么个学法都学不像。我们从哪里学起？我常常勉励同学放下自私自利，我们从这下手。诸佛菩萨教导，因为我们有自私自利的念头，有自私自利的行为，所以我们生活不自在，障碍多，困难多，所以我们的生活在烦恼里头，日夜不利，忧悲苦恼，我们过这样的生活，这个生活过得很冤枉，过得很苦啊！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自私自利造成的。我们想离苦得乐，自私自利是一切苦恼的根源。你把这个根拔掉了，永远离苦了。如何得乐呢？得乐要修善。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转变为利益一切众生，利益一切众生呢，你就得乐了，你就得大自在。决定不要再为自己想，从这个地方呢，可以入佛法之门。要不舍弃自私自利，佛法的门虽然多，虽然大，你入不进去。没有你的份。我们再想一想，菩萨所干的跟我们恰恰相反。菩萨念念是众生，没有自己。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清醒过来，我们要想成佛成菩萨，就得要学佛菩萨的心行，从今而后念念只有众生，没有自己，你就转凡做圣，你就不是凡夫，就是佛菩萨了。全心全力，尽心尽力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你就是佛菩萨。决定不掺杂自己，念念之中啊，只有众生，没有自己。这是佛心，这是佛意，这
这是佛心。所以凡圣就在一念之间，看你这个念头啊能不能转得过来。果然转过来，彻底转过来了，你不但超越六道，同时也超越十法界。我们要想这一生当中真正有把握往生西方净土，我们要跟阿弥陀佛学，我们齐心动念要利益一切众生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要多为一切众生的利益着想，不要想自己。所以学佛先要把这个观念改过来，也就是改正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，与诸佛如来，特别是要与阿弥陀佛完全相应，完全相同。佛业大师在宗论里面讲的，净缘无好丑啊，好丑起于心。净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。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是平等，是清净，没有好坏，没有善恶。是非善恶好坏，是我们自己心变现出来。我们的心好，一切人都好。世间没有一个不是好人。环境没有一处不是好环境。佛在大经常讲，境随心转，若能转无则从如来。我们学佛学就学到这个本事，我能转境界，我不会被境界所转。外面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，人是中立，没有好坏。好人坏人呢，都是你自己心里起烦恼。你见到这个人生欢喜心了，这个人好人；你见到那个人呢生了嗔恶心了，那个人就坏人。是你自己动的好心坏心，不是外头境界有好坏，是你的心有好坏。关键在这个地方。六祖在《坛经》里面叫人：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；修道人只见自己过，不见他人过。看到别人有过失，不会把别人过失放在心上，而怎么样呢？像照镜子一样，看到这个过失，立刻看看自己有没有。自己有，马上要改啊！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自己没有了，勉励自己不可以犯这个过失。所以外面境界没有过失啊。顺境善缘，逆境恶缘，通通是善知识，通通是菩萨学处。你要修行正果，这些都是你的恩人，都是成就你的。你对善人欢喜，对恶人嗔恨，那你错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在那修烦恼，你在那修贪嗔痴慢，错了吧？搞贪嗔痴慢，那就是搞三途六道了。你看看一念之差。所以古大德说，净缘无好丑，好丑在于心，就在这一念之间。我这个心善，统统都善，没有一样不善。我的心不善的时候，没有一样善的。你才真正了解境随心转，一切法从心下生。所以所有一切毁谤我的人，侮辱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我是存感恩的心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这些人我看到了，听到了，我没有嗔恚心，我没有报复心，我只有感恩的心。本有他来考试，我修行到底的六波罗蜜修行到什么程度，考一考嘛，我都通过了吗？都及格了吗？所以自己的境界确实年年提升，自己的业障
年年自己会觉察得到，消除了，智慧增长。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些人啊！一切人，一切物，没有一个不是清净平等，没有善恶，没有邪正，没有是非，没有好恶。善恶邪正，是非好恶，从而是我们自己不善的心起来，我们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，与外面境缘不相干。几个人懂得这个道理？几个人认识事实真相？唯有真正明了事实真相的人，彻底忏悔，真的回头。纵然看到别人过失，也豁然另欢喜，绝不敢轻易批评，说不定那是菩萨实现。我们怎么知道？肉眼凡夫，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太多太多。哪是诸佛菩萨？除我一个人之外，一切众生都是诸佛菩萨，都在那里表演给我看。他们造作一切恶事不是真的，是也表演给我看。我们能这样用心，菩提道就尽了。成佛不要很长的时间，时间所短。诸佛如来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，我们哪一天要看到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，就成佛了。哪一天看到一切众生通通都是阿弥陀佛，恭喜你，你成了阿弥陀佛了。所以会修行的人修自己的心，不在境缘上干涉，你才能得定，你才能开慧，你才能成就。起心动念造业，不起心不动念消业。我们不起心不动念做不到。佛教给我们一个方法，念阿弥陀佛，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就不造业了，不起心不动念了，好方法呀。念佛怎样才能上品上身呢？你的心是佛心，你的行为是佛行，决定得生净土。所以我常常讲，60岁以上就什么事情都不要问了，一心一意求生极乐世界，万念放下，什么都好。为什么呢？你我都不相干，你做你的吧，你造你的业，你受你的报嘛。我造我的业，我有我的果报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，自己要找一条出路，不要认为用看到别人把自己的路走错，这个叫愚痴。别人骂我，我尊敬他，我念阿弥陀佛；别人回报我，我赞叹他。人都有长处，人也都有缺点，如果能够端看别人的长处，天下人都是善；如果专门看人的缺点，佛菩萨都不是好人。由此可知，善恶没有标准，是非也没有标准，是非善恶就在你自己的起心动念，你自己的心善。尽虚空遍法界，无有不善。你这一生过得多幸福，过得多美满。专看别人的缺点，专挑别人的毛病，那怎么能跟人相处？佛菩萨教给我们呢，跟这个恰恰相反，叫我们专看别人的长处，专记别人的善处。别人的缺点恶处不要放在心上，把它忘得干干净净，让我们的心是善心，念头是善念，行为是善行。纯善之人，这个人就叫佛，就叫菩萨。由此可知，做恶人做善人都在自己一念之间，
弥陀经上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住上善人聚会一处，我们听了很羡慕。想想现在我们周边天天在一块的都是冤家债主，怨憎会呀。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一念之间，如果我们能够端看一切人的长处，端看一切人的好处，不看人的坏处，我们现前又何尝不是住上善人聚会一处呢？就在那个念头转一转就行了嘛。为什么天天看别人不是处呢？真正修行人应当看别人的长处，看自己的不是处。看到别人的不是处，一定要懂得那就是自己的不是处，不是别人的。你如果懂得我这个话的意思，你才懂得佛经的意思，念皆如来真实义，世间一切人事物没有过失。如果真的有过失，华严经上所讲的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，怎么能讲得通？你什么时候才能入这个境界？永远没指望。你这个念头一转过来，我们看到过失都是自己过失，见不到一切众生的过失，你就入华严境界，你就得华严三昧。佛菩萨怎么修行成佛菩萨的秘诀就在此地，关键就在此地。我们如果要学会了，从今天看任何一个人都是好人，看任何一桩事情都是好事啊，妖魔鬼怪都是佛菩萨了，那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五十三参里面有干杀盗淫妄的都是佛菩萨，你看善财童子没有看到人家的过，只是看到人家的好处，他跟住上善人聚会一处。我们真正讲修行，我们天天想什么？想自己的过失，改过自新，想不到，想不出，想不出看别人，别人是我的一面镜子，用别人的过失回光返照，我自己有没有？这就对了。我自己要有的话，赶紧改，改过自新，专门看别人的长处，别人的好处，别人的好处我有没有？有啊，要保持；没有呢，没有要学习。外面环境是我们的一面镜子，你要会照。最怕的是挑别人的毛病，不知道自己的过失，那你就是起心动念都在造业。真的像地藏经上所讲的，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，无不是业，那就错了。我们说一定要记住，心目当中啊，不可以有一个恶人。我们学佛功夫能不能得力，关键在此地。心目当中啊，决定不容许有一个冤亲债主。别人对我怎么不好，甚至侮辱我、陷害我，我也看他是个好人。这叫功夫，这个是你学佛有心得了。专门看别人的长处、善处，不要看别人的恶处，培养自己纯善之心，我们就成功了。十善业道经里面，世尊最重要的一句开始，就是叫我们常念、思维、观察善法。那个善法实际上是贯穿的，常念善法、思维善法、观察善法。常念是心善，思维是念头善，观察是行善。你的心念行为都善。后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，这句话太重要了。你还有一毫一分不善夹杂在你的心念里头，
就把你的善法破坏了。我们要这样修才成就，这样修你才真正能得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，这是善果。我们真正懂得了，真正认真修学了，生生世世吃快乐。每个人吃东西口味不一样，要求全世界跟我这个一样做不到。我喜欢吃甜的，你们通通都吃甜的，能做到？你喜欢吃辣的，叫我吃辣的，我不敢，不能吃。过人有过人的口味。孔老夫子教给我们入境随俗，你看看这个多自在。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我们顺从他，不要要求人顺从我。这就是佛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。佛菩萨能尊重别人，顺从别人，凡夫是叫别人尊从我，叫别人服从我。凡圣就在这一念之差，入境随俗，这是菩萨所说的随缘妙用。菩萨就随缘，随缘就是恒顺众生。你不平等，我就跟着你一样不平等。你说大，我就不能说小；你说小，我就不能说大。一定要恒顺众生，恒顺众生里头不着相，这就高了。相上随顺你，性上你不知道，菩萨知道。从性上看平等，从相上看不平等，性相一如，性相不二，这叫中道。所以菩萨住中道，行中道，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。这是菩萨的全知，全知就是善巧方便，无所不知，没有任何障碍，与理没有障碍，与事没有障碍。事能随缘就没有障碍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这就是华严境界了。要学永嘉大师分别一非一，我们的功夫才得了。我们与大众相处，不能够分别，不能够执着。分别是随顺大家的分别而分别，随顺大家的执着而执着。这个就是世间法讲入境随俗，也是普贤菩萨教给我恒顺众生。自己有没有意思呢？没有，你就清净。自己有一点意思在里面，你就不清净了。真用功夫啊，是这个用法，在你的生活里面、工作当中、待人接物，跟一般人完全一样。湖光同尘，就是里头啊一点意思不夹杂，这叫真功夫。你在这个生活里面，你完全用的是清净心，六根清净，得清净眼，这眼根呢，这一根得到了，六根通通恢复清净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恒顺众生。就是多元文化，要听命于一个，那就是统一文化，那就不是多元的，一元的。我们到一个大的聚会场面，全世界的国旗都挂在那个墙，很美呀。如果全世界的国旗挂一种颜色的，不美了。一个花园，百花盛开，很美呀。这个花园只种一种花，第二种都没有，没什么好看的，没什么好欣赏的。所以要晓得，文化从根本就是多元的。你有没有想到，我们以一个身体来讲，眼管见，耳管听，这个身体组合就是多元的。
佛家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是一元，多是多元。一元是讲什么？讲自信的，那是一元。多元是讲的现象，讲的作用。华严讲讲体相用，体是一元，相用是多元的。这是真理，这个是事实真相。你违背了就不吉祥，必定有凶灾。你能够顺从，非常幸福，美满幸福。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，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一生当中脱离三界，脱离六道，脱离十法界，这一生能够圆满往生极乐世界，成就佛道。那你必须把自己的障碍除掉。我们说障碍，无世界以来头一个障碍就是有控制别人的意念，这是个大障碍。希望别人都听我的，这个念头不好，这个念头就是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是六道生死轮回的根本，一定要舍弃。第二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想得到一切，要占有一切，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要想占有，这个观念错误。佛在般若经上跟我们讲事实真相，讲现象，讲作用的事实真相。金刚经大家念得很熟，佛说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我们有没有听懂？如果真听懂了，你就成佛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的用心跟诸佛相同。我们真明白了，真懂得了，在一切法里头没有得失的念头，没有占有的念头，没有控制别人的念头，你就得大自在啊。佛家讲真解脱，大自在啊，就从这里得来的。你还有患得患失，还有想控制一切人事物的念头，这是烦恼，这是束缚，你不自在。谁叫你不自在？是你自己造成的不自在，不是别人给你的。我们必须懂得这个道理，然后整一切法，一切法有缘生的。我们知道缘聚缘散，明了事实真相，我们才跟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结好缘，结善缘。佛能够恒顺众生，没有一尊佛菩萨叫众生恒顺自己，佛不有自己，佛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佛没有我，没有我死，所以无需要别人顺自己，只有我顺一切众生。佛的心量大，我们常常听到佛寺当中念着诵文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我们从这认识佛法。在现实环境当中，有人诽谤我们，侮辱我们，甚至陷害我们，我们要能忍受啊，一定不可以有报复的念头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有报复的念头啊，将来的果报是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。报复的时候往往报复过头，过头怎么样呢？过头又结上新的怨了。这种事情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，叫冤冤相报啊，生生世世没有休止啊，止不住啊，而且越报越残酷，越报越凶，两方面都苦。
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是一次，就是怨恨放不下了，非报不可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这个道理要懂，事实真相要了解。他回报我，为什么不回报他呢？凡事都有因果，我知道他回报我，他侮辱我，他陷害我，过去一定有因吗？过去我侮辱他吗？我陷害他吗？这一生当中又碰到了他来报复，这是应当的，理所当然吗？一定要忍受啊，我们这个账在这里结掉了，下一次再见面呢，好朋友了，可以互助合作了，决定不可以冤冤相报，这个是化解灾难的秘诀，化解冤仇的秘诀。真正有道心的人，有学问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不该结怨。这个人对我怎么不好，回报我，侮辱我，陷害我，我都忍受。一次伤害，真正用功就一次的提升，就像考试一样，你通过考试你提升了，你不能忍受的时候，那你就到这个地方为止，而且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麻烦。所以真修行的人要在这个地方痛下功夫，就是能够经得起别人的侮辱，经得起别人的伤害，经得起别人的回报，没有一丝毫怨恨心。不但没有怨恨心，反而有感恩的心。他对我什么恩呢？他替我消业障就是恩德了，要不然我这个业障这个恶业要到三途里头去消啊。人生在世一生，没有对头，没有冤家，没有冤恨的人，你说你多快乐啊！对我好的人我要报恩，对我不好的人我也报恩。为什么呢？他成就我忍辱波罗蜜，他把我的境界向上提升了。报恩不报怨呢，这是大乘佛法了。如果还记仇还有怨恨，你又要去搞六道轮回了，六道轮回里头才有冤冤相报，恶因不能造啊，决定不可以伤害一切众生。不但不能伤害，连伤害的念头都不能有，起个念头阿赖耶识里头就一个恶的种子。所以我们修行修什么最重要的？恶念不生，一丝毫伤害别人念头都没有。不但对一般人，对于冤亲债主，这个人伤害我，回报我，侮辱我，陷害我，我都不能有丝毫恶念对他。这个叫修行呢？觉悟之后才真正体会到，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最大的福德是什么呢？没有起一个恶念对众生，无论在言语行为上没有做一桩伤害众生的事情，这是一生当中最大的幸福啊。这样的人纵然是不学佛不求往生，来生必定享天福。为什么呢？福报太大了，烦恼习气无量界熏成，很讨厌很麻烦，不知不觉他就起现行。但是这个起现行对自己的伤害太大太大，佛教给我们的方法妙绝，念头才起，古人讲呢，不怕念起只怕觉迟，念头才起马上给他转过来阿弥陀，这个念头啊压下去了，这叫修行，这叫功夫啊。尤其是恶念，伤害别人的念头，伤害别人的事，才起来马上就压下去，这个是你念佛功夫得力。要觉得快，只有一个念头起来，第二个念头啊就换掉，就换成阿弥陀，你的心呢就恢复到清净平等，这是真念佛人。
这是真有功夫的人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忏悔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改过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自信。世尊在大乘教里常跟我们讲啊，佛无有定法可说。为什么？整个宇宙刹那刹那的变化，根本就没有定法，是佛度化众生也没有定法。大乘教里面佛常讲，一切法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心能现能生，所现所生这些法它只会产生变化。中国人说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什么道理？心之所感呢，你是个纯善之心，你心里头没有恶嘛。如果心里存的恶念了，你所遇的境界恰恰相反，明明是好吉利的，你就碰到祸害，逢到吉得凶，逢到福得祸。感应篇里面所讲的，你这一生呢，事事不如意，所以吉凶祸福都在一念之间。一念觉得无量无边的福报，一念错了啊，招来无穷的祸患。不学佛的人不知道啊，学佛的人务必深明此理，自己起心动念，业余造作，自然就小心谨慎。起心动念关系太大了，这是佛在经上一再的说，常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你为什么不想善的事呢？想好的呢？你为什么就想不好的呢？再跟你说，所有一切善的好的是自性里头本来居住的，所有一切不善不好的自性里头本来没有，而是你自己迷了，迷了自性，胡思乱想，把好的想坏了，这真的。所以古德无论是宗门教下贤教密教，都讲求从根本是，根本是心地，根本是观念，从观念上转，从心地上转，就转得快呀、啊！转凡心成佛性，转六道的行为成佛菩萨的行为。经论里面许许多多的教训，有理论，有方法，而且境界说得清清楚楚。只要能信能解，依教奉行，我们就转过来了。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，就是教我们做一个大的转变，180度大转变，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。你要会转啊，你要很快的转过来啊。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人与人接触，人与事接触，人与一些万物接触，如果有一念为自私，错了，你迷了，你是凡夫。没有私情，没有私心，没有任何条件爱护一切众生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这叫菩萨。诸佛菩萨无条件无私心地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服务，他为什么能做到呢？因为他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。真实功夫就是这一念的转变，真正转过来了，佛家的教学，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，你这一转通通转圆满功德了。为什么你转不过来？你对于这些道理事实真相
没有搞清楚，没有搞明白，你转不过来啊。转不过来还是随顺烦恼，随顺习气，轮回心造轮回业，每一天念经念佛都是轮回心，都是轮回业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出不了轮回啊！你念头一转，转轮回心为大菩提心，利益一切众生，这是大菩提心啊！自私自利是轮回心啊！真正转过来，什么疑虑通通没有了，圆满智慧现前。所以凡夫成佛了，在一念之间啊，你能不能转得过来？转不过来，那你就反复，你的智慧能力向好是有，它不起作用，它被障碍住了。所以妄想分别执着是障碍，三大类的障碍，你要知道要放下。一念真离苦得乐，一念邪苦难无边的，都在这一念。佛法里面说的一念清净平等，这是一念佛的念念清净平等，念念佛了。这句话是真话，我们为什么不保持念念清净平等？持名念佛，持名是方法，清净是功德。所谓是一念清净一念佛，念念清净念念佛。任何人批评，只要有批评说我们过失，我们会很认真地检讨，立刻改进，所以进步快啊。因为天天在找过失，天天在改正过失，改过就是进步，改进你不改你怎么会进步？所以能够指出我们的缺点，告诉我们缺点，这个人是善知识。很多我们自己缺点自己不知道啊，别人看出来了，别人给我们指出，我们非常感激，帮助我们改过，帮助我们进步，帮助我们向上提升，那是我们的恩人。我们一生都生活在感恩之中。同学们在一起修行，要互相勉励，不要有任何忌讳，看到别人错了要说，要劝告，这个才叫同参道友啊，一众考众啊。在我们信心这个时代，没有人告诉我们的过失，我们自己不知道，肯告诉我们过失的人一定要感恩，帮助我改过我自新，帮助我往生净土，帮助我提高品位，不管他是善意恶意，有意无意，能够批评我，能够说我过错的人，都是大恩人啊。烦恼习气太重，没有能力改过自新呢，要依靠大众。真正觉悟的人，是到处希望别人指责他的过失，那是这个人觉悟了，回头了，那就一定要帮助他，要成就他。在这个世间里面是少数，不是多数，一万个人当中，说实在话，一个都找不到。真正肯改过，真正肯回头，难得了，没有不成就的。听到别人说我的过失，我能够接受，我能够反省，我能改过自新，这个人就是大智大仁大勇，这个人具足圣贤的美德了。知足成佛做主的条件，如果一听说别人说我过失，马上就发脾气，不能接受，还要提出许多言辞来反驳，这是反复。你想想，我们接触大众当中，包括自己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？别人说我的过失，能不能接受？要不要去反驳？明白人心里清楚啊，决定不要反驳。为什么呢？
反驳之后啊，以后没有人提醒你，自己发现自己的过失太难太难了。那什么人？圣人啊，贤人都做不到啊。贤人以下想改过自新，那什么？看别人，你看别人的过失很容易，你看自己的过失很难。所以贤人说，看到别人的过失，回光返照，别人是一面镜子，马上照照我自己有没有？由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呐、啊。这圣贤之道啊，这是诸佛菩萨大圣大贤之所赞叹，没有别的。我们要想成就，决定得生净土，勇于改过。别人说我们过时，我们要感恩，感恩他提醒，他说错了误会了也感恩，说错没有的时候提醒我们，我们不犯这个过失，这就很好啊。能提醒都是大恩大德，我们改过自新，成圣成贤，将来往生作佛，就是对他的报答，这真正叫是知恩报恩。所以人应当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，你说你是多快乐，这个才叫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啊。我们一般人会看到别人的善恶，看不到自己的善恶。如果别人说我们的善恶还不高兴，几个人能够接受？因此世间人见面呢，都是恭维恭维呀。你有过失，没有人肯讲你啊。在过去真正肯讲我们过失的人三个人，一个是父母，第二个是老师，第三个是真正的好朋友。为什么呢？他爱我，你做了过失他会提醒。如果不是这样深切的关系，谁愿意说人家过失？都不肯说啊。所以聪明的人就要自己反省。怎么个反省法呢？看到别人过失，想想自己有没有过失，拿别人当作一面镜子。别人有善，想想我有没有善；别人有恶，想想我有没有恶。这就对了，这叫真正修行，真正在做功夫。我的经典许许多多教训，帮助我们检点善恶。像佛跟你所说的，我们有没有犯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些事？如果有了，改过自新，这叫学佛。绝对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，要认真去做。这样学佛呢，一生当中生活在感恩之中，这是幸福，这是真正的美满了。我们在修学上、修行上要有良好的态度，我们这一生道业才能成就，生活才能真正做到美满。人家说我们过时，听着就不高兴了，这是绝大错误。这个人是迷惑颠倒，他的毛病过时永远改不过来，这个是道业上的大障碍啊，他怎么会成就？是说是法成就的人，勇于改过，欢喜接受别人批评。能够学习佛菩萨，舍弃自己的妄想，舍弃自己的分别执着，以真诚的爱心，无私的布施供养，无条件的帮助一切众生，这样的人才会觉悟，这样的人才会开智慧。要晓得，智慧跟烦恼是一桩事情。迷的时候，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放下自私自利的时候，我们的智慧都变成烦恼。
假如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我们无量无边的烦恼啊，一下就转变成无量无边的智慧。佛经上讲啊，烦恼就是菩提啊，菩提是智慧啊，生死就是涅槃啊，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情啊。你怎么个转法，我们现在懂得了。佛菩萨何以有智慧呢？佛菩萨没有自己，只有众生，念念为一切众生，这种人就叫他做佛，叫他做菩萨。念念没有忘掉自己的利益，这种人就叫凡夫。佛菩萨跟凡夫的差别就在此地。诸佛菩萨化身大士，他每一天忙着度众生，诸佛菩萨只有这一桩事情，为度众生。度是什么意思呢？用现在的话说，帮助众生。是佛菩萨不为自己，佛菩萨没有自己啊，众生就是自己啊，帮助众生才是真正帮助自己。所以凡夫不能做菩萨，不能成佛，什么原因呢？起心动念为自己，坚固地执着自己，这个坚固执着就是轮回的根啊，他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，就是念念为自己啊，这个念头错了啊。六道轮回从哪来的？从执着来的啊，妄想分别执着，你这种坚固的执着不能破啊，所以六道不能出去啊。哪一天把执着放下了，事出世间法再也不执着了，轮回就没有了。所以起心动念为自己，你就脱离不了轮回，这就叫轮回心。由此可知，爱护别人是真正爱护自己，爱护自己不爱护别人，真正害了自己。这个道理不深啊，多少人迷惑，多少人都不懂。诸佛菩萨没有自己，只有众生。诸佛菩萨有没有得到利益？得大利益。什么大利益？没有人不尊敬佛菩萨，这是大利益了。佛菩萨只爱众生，完全没有自己，所以一切众生都尊敬佛菩萨，敬爱佛菩萨，这个是个事实，摆在我们面前，这都讲得很浅显的。往深的地方讲，往真的地方讲，那不是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，这个理太深，一般人很难体会。我们今天要把念头改过来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起心动念要为一切众生的利益去着想。什么是真实利益？破迷开悟是真实利益，其他都不是真实利益了。念念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行行要为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没有一样不是为了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的。这个念头一转，把轮回心转成菩提心，生活行持当中都要给众生做榜样啊，做模范啊。把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变成我们自己的四十八愿，我们的心愿完全跟阿弥陀佛一样，阿弥陀佛跟我们同心同愿啊，那怎么能不往生？决定往生，念念要度一切众生，菩萨不能为自己，念念要为自身着想，念念为自己家庭着想，你决定不能超越轮回，这是造轮回事啊！你怎么能出轮回？要想出轮回，那个心量要放大，念念呢，念佛法，
念念念众生，就与佛菩萨的心愿相应的，这个发大愿。学佛第一个好处，你要把业报身转变成愿力身。如果不能在这个地方转变过来，我们说就叫白学。转成愿力身呢，就是尘缘再来啊。我这个业报身呢，就报了了。而今而后啊，我这个身是愿力来的，就跟释迦牟尼佛成大悲愿力。这是讲我们学佛现前得到的好处，现前得到的利益。大悲是对一切众生。从前有业报身呢，念念为自己，事事都为自己，起心动念都是想到自己的利益了，为个人为家庭，这是业报。从今之后啊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起心动念念念为一切众生，这不为自己，为众生。念念为佛法，怎么叫为佛法？我们了解，佛法是世间至善圆满的教育。如何将佛教育在这个世间推广，在这个世间发扬光大，使一切众生呢都有机会接触到佛教育，都有机缘接受佛教人，修学佛教人。这就是把业力转变成愿力。穿衣吃饭都是为众生，读书为众生，工作为众生，样样都是为众生服务，为众生造福。这个就是觉悟的，这就是见了觉意了。念念为众生，念念为社会，这就是升起种种善根因缘。念念为自己，那就是造作一切恶业的根源。差别在此地，我们如何把这个念头转过来，为众生为社会，不要为自己，你的前途一片光明啊。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修真诚心，人家虚假对待我不管他，我们要真诚待。在一切境缘当中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修清净心，不然能够学贪嗔痴慢，你心就清净。修平等心，你一切法里头不要分别，不分别就平等，不染污就清净。能到清净平等，智慧就生，信心清净则生智慧，正觉就现前，大慈悲心自然就流露出来。这个是我们修的，我们修学就是修的。用什么方法修呢？我们也提出五个：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，念佛。方法里头最重要的，看破放下。看破世间是假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你要看破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你自然就放下。你放下了是不自在？你今天为什么不自在？你放不下，你牵肠挂肚的东西太多了，你怎么会得自在？你真的能一切都放下了，你就得自在。实在讲，你不肯放下，是你真的你没看破，事实真相你不了解。凡夫都被境界转，顺境善缘，一生贪爱，其贪念
你被他转了。逆境卧缘，你生存慧，你六根对六尘境界，你的心不清净，会生起喜怒哀乐爱无欲，七情无欲，你会生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生起呢，你就被境界转了。我们面对着一切境界，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顺境起贪爱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把贪爱也打掉了。逆境里面呢，会生嗔恚，一想想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嗔恚心也能打掉。这真做功夫，时时刻刻要能提得起来，不要忘掉了，不能随着烦恼增长。见到顺境生欢喜心，因为欢喜你随着烦恼增长。逆境也起嗔恚心，嗔恚不断，常常念着错了。所以你要想得大自在，没有别的，就是看破放下，一切人事物不要认真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金刚经上这两句话很好，常常念念，碰到你高兴的时候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那个高兴的心就凉了。你烦恼起来的时候，念这两句，你烦恼也就没有了，你心就会平了。都是假的，为什么不随缘度日呢？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叫游戏神通，我们能学随缘度日，就是游戏神通，什么都不计较，什么也不执着，这就对了。顺境平常心处事，逆境还是平常心处事，绝对不会被外头境界所动。为外面境界所动，功夫不行，功夫不踏实，功夫不得力。这功夫得力不得力，在这个地方看，我们一切境界当中，是不是平常心，就是清净平等心。心在不平的时候，你就念这一句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心就平了。不会念这两句阿弥陀佛，无论顺境逆境，通通阿弥陀佛，就摆平。是最好的修行方法了，让我们长生清净心，长生平等心，长生智慧心，这个重要。修行的三大纲要，特别是净宗同学无量寿的经体，清净平等觉，时时刻刻在在处处保持平常心，平是平等，常是永远保持你的清净平等，这是道啊，是如来的大道，成佛之道。成佛之道就是在一切境缘当中保持你的平常心。佛在经论里面跟我们讲十法界的一因，平等心是成佛第一个因素，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平等。平等就是在一切诸法当中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我们心才平等。要在一切境缘当中放下七情五欲，我们心就得清净。这个世间假的不是真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要时时刻刻提起来啊！你在顺境，你就不会起贪爱之心；逆境也不会生烦恼。一切境缘之中，你能够保持平常心。平常心是道，是菩提大道啊。要晓得，世法佛法都必须要建立在安定的社会基础上，所以社会安全是第一重要，这个道理不可以不知道。
你明白之后，你才会真正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如何能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平，这大功德大好事。你扰乱这个社会，受害不是自己一个人，受害的范围越大，受害的人越多，受害的时间越长，你的罪就越重。这个里面特别是包括言论甚至于文章，知道因果的事实真相，不敢做这个事情，不敢起这个念头。在社会上，无论从事哪个行业，为社会服务，为众生服务，你就都在行菩萨道。你经商开个店，店就是道场，顾客就是你度化的众生，就是你服务的对象。真诚善意爱惜，无条件的帮助。当然你做生意货真价实，绝不欺骗顾客，你就在行菩萨道了。绝不求取非法的利润，利润者获利者，你是商人菩萨。商人菩萨跟一般商人不一样的，他有善意，有爱心，以服务为目的。以此类推，无论哪一个行业，只要你付出真诚的善意爱心，全心全力为社会为众生服务，你就在行菩萨道。任何场合都是道场啊！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应该晓得自己怎么去努力，确定自己的方向，确定自己的目标，学己为人，行菩萨道。菩萨道就是没有自己，只有众生，只有社会，只有国家。要用现在的话说，为社会、为国家、为人民服务，没有自己，这是菩萨道，这是菩萨心。社会好，大家好，我们自己当然好，我们是社会的一份子，没有脱离群众。所以一定要晓得，为人才是真正为自己，为自己不顾别人，这就大错了。菩萨心跟众生的轮回心差别就在此地，真正是所谓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。所以我们自己也想的，处处要做表率，要做一切人的好榜样，从自己本身做起，本身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境界，打好自己的基础。基础就是十善业道，就是弟子规、三规五戒，一定要把它做好。自己做不到，你就不能劝人，你劝人就是你自己做到了，自己做到才能劝人，家才相信。自己要给社会做个好榜样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我们遵守佛的教诲，我们心里头想念头，想想这个念头可不可以做世间一切大众的好样子。如果这种想法看法不能为社会大众做好样子，这个想法看法就要放弃，就得要放下。能给世间众生做好样子，那可以。道场要给一切道场做好榜样，个人要给一切人做好榜样，在家同学，你们的家庭要给社会所有家庭做好榜样，这叫做学佛。我们要常常存这个心，常常存这个念头，常常如教修行，在这个世间要学像菩萨一样，是敬意不造两个意，这就对了。断恶修善，不为自己，为别人。自己要做，做得很认真，为别人，为别人做好榜样，用这个身启发别人，身教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这大功德，这样子的人格，学佛菩萨，这是这样。我们的思想言行
要对社会负责任。我们今天要真正发心，不为自己，为众生，为佛法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为自己，这个形象就是社会大众的榜样，一定要发这个心。发这种心就是发菩提心，做这个事就是做众生的表率，做社会大众的模范，就是行菩萨心。真正发菩提心，行菩萨心，以此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没有一个不往生，而且决定是上辈往生。